有个大公司，晚上有1000人开那个庆功会，开到精彩的时候突然停电了，老板马上派出10个人，啊，他不想把庆功会停下来，派10个人去买了一大捆300支的蜡烛过来，接着开，全部点好了，啊，开到一半，老板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啊，他一看这么多蜡烛嘛，他就随口问了一句，啊，今天有谁过生日啊？有一个同事以为有好处拿了，赶紧举手，老板，我过生日，我过生日啊！老板说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开完大会，你负责把所有的蜡烛给吹灭。